有我在，我就是你的力量。各位球迷朋友们，大家好，大家晚安，欢迎透过现场的赛事转播，一同来欣赏112学年度 UBA 大专篮球联赛。今天呢是3月24号的礼拜天，我们在晚场的赛事来看到公开一级的冠军赛，这是女一级的冠军赛，在台北小巨蛋，要由世新大学来出战到台湾师大。世新大学先发五人名单，宋瑞珍、杨竹炫、李英杰、李云化以及吉福来担任到先发。要左翻一点，这是世新大学今天的先发阵容。台湾师大这边，古宝仪、汤书纯、林挺瑜、林佳荣以及陈玉杰，可能现在在勾选名单上有点错误哦。好，这场比赛正式的展开，先由世新大学掌握到球权，杨竹炫第一拍就先出进来，篮底下林云化的出手并没有进球，自己拿进攻篮板交给吉福，摆进两分。那林在前面的学姐能力上都有比他还要好的，速度非常的，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成绩。他们的场均哦得分都有达到90分哦，所以古宝仪给到林佳荣 ，corner 位置三分球进。林佳荣进到了冠军战，跟世新大学对抗，最终呢都是输给了世新。篮底下的吉福摆进了两分 ，muscle 进攻篮板球在篮底下，这个球再拿，篮底下陈玉杰好球，最后摆进了两分。陈玉杰这里对抗一下，这一球进。陈玉杰，是残联呢。这个中距离的横移跳投得手呢，陈玉杰移找位置，这一球的上篮左手林挺瑜放进，对，而且还要小心外围哦，张家轩的三分球进，我才刚说完呢。不过张家轩其实也有三分外线能力，赛季平均31.4。再传球古宝仪，再给到陈玉杰底角外线三分球进。三分球再来一颗，吉福压了进来，到了篮筐另外一边，但是被篮板盖火锅，自己再放还是有。两分球吉福，摆脱他们失误的状况。外围的三分没进，吉福在篮底下补进篮板，给到林云化，这一球被盖掉了。林佳荣的火锅，中间这两边都想要秒钟，刘清华中距离的跳投出手没进，吉福帮忙补，有了。原来刘芳瑜上来也表现得很好啊。对。林品瑜这一球进算赢了，林化个人单带，想给宋瑞珍，这一球飞进去，好球！打剩7秒钟，还有宋瑞珍前面有两名的球员呐、啊，但是这一球一攻，他怎么攻进去了？进到禁区，他必须要有很多多元的一个练习，跟多元的一个训练。是，这是刘清化飞了进来，这一球也是好球。大三或大四，那反观在师大这世新这边呢，其实他们整体的球员，其实他们的成熟度比师大的他都搞不清楚了。对，杨淑炫带步的抛投出手没进，吉福进攻篮板球再来下，再摆进两分，都有机会。吉福这一球选择自己往禁区里面来带，但是 long two 的一个尝试啊，抛。张家轩直接投，哎，进喽！板啊，是。那得分也上双了，我发生失误，汤书纯已经偷跑了上篮得手，可以大转身，这球切进来直接被盖了出去，这上的太简单，对，没有办法，今天的世新进去外围的三分尝试，邱群熙来到球场上，上来第一次的出手没有进，林杰勾给到吉福，吉福转身后仰，啊，今天完全是守不住，洒了，直接传到张家轩的手上，交给吉福，第20分，上半场20分进账。陈玉杰地板给球，汤包外围三分球进，还好。那必须要再把内线守好。哇，但是篮底下如果不是陈玉杰来迎接。刘清华中距离 long two 进，古宝仪切进来挑篮，这球撞了进去，暂停回来的时候是台师大得手李佳荣，带到 long two 的位置进，李佳荣还是上下半场的比赛来展开，目前是有台师大的球权，外围汤书纯的三分，
到之后给到前面的宋瑞珍，前面宋瑞珍直接投了，出手没进，但吉福又是进攻篮板。那朱晨回出来，林佳荣有对位的情况之下，他投进了，团队七颗的三分弹。宋瑞珍掌握到进攻篮板，就算没有吉福的话，其实你不断在外围倒球，其实是找不到一个空档。哇，又是让吉福溜了。宋瑞珍接进来第一拍，这一球还是能够放进去。接进来，这一个球最后直接单刀直出去，再转身，这个下手勾篮，有吼！那主炫再给吉福直接上篮进。你的分数有到十分上了，所以每一个上来的球员，其实他们都不畏惧在这个场上，而且会去享受这个比赛。今天不站在先发主力的刘庆化、张家轩，哦，上来之后都能够为球队进。唐书纯分出来，林品瑜这一球进，而且还有犯规，阻碍物的。对，不过今天那个罚球现在下滑到了不到70%，所以真。第六波的攻击了吧？对，而且你让世新大学有多了六次的一个攻击机会哦。对，不过这几球都没进，又是进攻篮板球，刘庆华拿到。林佳荣带步的一个跳投进，好，地板给球，底角 corner 进，刘芳回了出来，邱群熙带步的抛投有。接了进来，宋瑞珍上篮得分，给到中间的吉福转身后仰 fairway， 他在中距离还是刘庆化外围的三分尝试出手没进，林云化进攻篮板球没有摆进，宋瑞珍又拿下进攻篮板，怎么办？没有办法解决。好不容易吉福下去休息了，但是还有一个宋瑞珍啊。林品瑜进攻篮板球，林佳荣外围三分进，还是大把握一切胜。刘庆化45度角，林云化接进来之后想要分球，自己左手的上篮放进，宋瑞珍直接切进来了，防守中间出手没有进，自己掌握到 long rebound， 回出来之后林品瑜也是同样的一个位置，三分球进。球之后，杨淑俊已经是卡开一个空间，可是还是要交给到后面拖车的队友。你自己的空档。那林品瑜在交球，林佳荣这个 long two， 真的不得不说林佳。外线的三分球出手没进，这球最终出界。我们要恭喜世新大学5连霸！哇，5连霸真的是很困难、很艰辛的一件事情啊、哦！继108学度四强赛经历史上最长三 OT 气走佛光大学之后，世新大学连续5年拿下了 UBA 公开女一级的冠军金杯。